去辅助演不演，反做咩反辅助不演，也来弄台式港演讲几句呗。先讲啊，刚好又来讲到世界客家博览会哈，也讲啊这客家生活乐呢，台本台式港演不穷用的客家的讲歌，欢迎辅助不演。谢梦主席，桃园市政府张秘书长，客家事务局林局长，关于企业刘局长哈。韩国你的发言啦哈，我是给委员嘞，办公室主任、市议会有两位议员嘞，啊，办公室主任啊，还有请到安尼董事长、委员，所有贵宾和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看到安尼世界客家博览会哈，安尼主场馆有世界馆、台湾馆，有八台副场馆，安尼轮拼。哎，你文化提起呢，人气啊，也是富强款之一啦。就我也看到，哎，你推出系金乐村，也表示讲，哎，你客家金乐啊，流行金乐都了会多开多。首先，哎，你的秘书长啊，又介绍讲，哎，你按到户外演出的团队，基本未来啊，不大家演出可以出。当然，首先啊，暖场的时间，还看到邵西老师。大量几个小朋友全部去小上，他们看到暗河的表演，也表示哎，你的客家情况又穿出一台一台，都了解苗先锋邵西老师了哈，一设计来大量哎，你的小朋友来接触客家情况。我想客家前代文化面向，头先秘书长们介绍讲，哎，你落世界发出去安多的客家要采集。落地生根之後，讓我們來展現客家的文化、客家的精神。當然，台灣沒有前途沒有用。我記得上個禮拜有美麗各家人士為了推出幾個菜品特色，所以對了位跟這些菜場的好朋友，假如你還有忙起這些世界博覽會做了一款的世界館到台灣館，当然，你突然也有八台副场馆啊，做的是这一款，有请到的表演发头展示。首先没有该演员啊，两主讲海螺馆啊，有你每日海选来安尼客家文化，你做了起来观赏嘿，海湾啊每日来哈，哎突然无穷的部分。除了为爱希望安尼团聚，当然也希望大家来继续来支持安尼客家语言的文化。除了为我代表杨主委哈，希望大家长期对客家语言文化支持。那期待世界客家博览会做得很多人的看到，会无穷量的族群人来认识。多元的文化在台湾啊，要传到海外安的文化。希望今年世界客家博览会会其他族群看到客家文化元素。除了为呢，再一次希望大家来期待。很忙来接触客家的朋友，坐在沙滩来，尤其喜欢金文化，金文艺都轮片也会哈，坐在来台下的欣赏。对了，因为祝福金文艺呢，金文村呢开幕式啦，你发通坐来顺利圆满成功，在座所有贵宾和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安之生落来。好，非常的成功，不准备，不准备，请留步喽！哈，哎，你应龙也给应龙村了哈，有两日的时间了。三号呢，就要邀请长官贵宾来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，有请我们的詹秘书长，还有我们的林局长，哈，还有我们观音区。